浮云的西气飘得太远。4:23，你是第二个取得这样好成绩的人。第一个是谁？就是林科长。明知道的，你甘愿清疼。毕姐，你跟我回家吧。小梦很少带朋友回家，看来他是真的喜欢林科长。也许如果痴念不沾染生离死别，不配当倾城之恋。自然情感谁是老鬼？我是老鬼，我是老鬼。我就没打算活过25岁。我说什么呢？说是年轻女人闹恋爱。王处长，这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玉姐，咱们女人可以商量，领导杀人不眨眼，不干了，也就不成功不上位的女人一套。因为我真心喜欢玉姐。若还能拥抱彼此落泪也炽热温暖，寥寥数雨竟比风结了遗憾。我要让你活着出去，绽放千树永生真在心底，因为你是我活着的倔强，芬芳了惘然，不知能向谁去借今世今生的一直相伴。岁月安稳又在梦里翻涌难，时光过离你，我像一袭花蕾，一生却要被追回旁观。这一次